刚才那场没比上，这一次我替单春秋。不过跟我比的，可不能是刚才那个毛头小皇帝。白子画，你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吧？好啊，正想请圣君赐教。 子画， 你居然敢弄断我的头发！ 我不跟你打了！ 这…… 你到底想要如何？ 比试是否还要继续进行？ 当然要比！ 你要比什么？ 比外功！ 我的头发会乱， 妆也会花！ 比内功， 我怕以我的修为 会伤及无辜，不如我们比个有趣的，推顶。护法，这圣君到底在搞什么呀？怎么这个时候，老毛病又犯了？
你身上还有伤，先赶紧回房休息一下，啊。嗯。云影师兄，云逸呢？是被他逃了吗？我追他到鹰嘴岩，他说宁愿死也不愿意跟我回来受审，就跳崖自尽了。什么？ 掌门，你身上有伤，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，不用管我。云影师兄，不管怎么说，清虚道长大仇已报，我知道你们都出自同门，你一定很难过。但是事情谨言数了，你也不要过于内疚自责，过去的一切你就放下吧。掌门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我先告辞了。 别总关心别人，你也要关心自己的身体。赶紧回房休息一下，啊！尊上，太白大战只是一个开始，神器的所在势必会让魔道一一查个清楚。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防不胜防啊！现在各门派。 只有你和长留能靠得住了，所以尊上，飞燕恳请尊上尽快突破天地人和第十重，才能让魔道有所顾忌，让正道有所心安呐。古潼，你可真是的，全拿内力去拼。 这要是游进灯窟，那可有多危险呢！这一战事关神器，事关太白山的存亡，我不战，我们输不起啊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沙姐姐她……你不要想那么多，不管谁存亡，都是白子画的责任，不关你的事啊。师父的责任。 就是我的责任啊，我的责任就是要为师父分忧啊。你倒是为他分忧了，可把我给吓死了。看你一次次的受伤，一次次的拼命，我真恨我自己。当初上长留之前，我应该想尽办法来阻止你去的。东方，这一生我能够进长留，能够成为师父的弟子，已经是我这辈子最开心。 最幸福的事情了。不过，我也要谢谢你，每次都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。这次如果不是你，恐怕死伤更多。话说回来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这一路走来，我还从来都没有为你做过什么呢。哎，你忘了，我们在蜀山出狱的时候，我被马车给撞伤了。 都是你一直在照顾我，反正我也是一介凡人，你现在已经成了尊上的徒弟了，法力还今非昔比，以后需要你帮忙的地方多的是呢。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朋友，为了你，我豁出这条命都行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跟沙千陌一样，都是坏人，你还会不会跟我做朋友？ 东方，如果你变成坏人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跟你做朋友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变坏啊！我是瞎说的，好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回去了。嗯。哎。
我好不容易得到护法的重用，没想到这一战竟然颜面全失。此仇不报，我就不叫般若花。哼，花千骨，硬碰硬我打不赢你，这身上千般剧毒，悄悄毒也要毒死你。 做什么呢？哼，正好。是你，好心饶你一命，你不回七杀殿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哼，若不是你这臭书生，我七杀早已拿下太白，夺得神器。只怪你倒霉，在这儿碰到我，我就先取了你的命，再去拿花千骨的。 看来你还没有死心，想要报仇，那么我是留不得你了。就凭你！既然你这么喜欢用毒，那我就让你尝尝什么才是真正的毒。 一会儿你就等着万毒攻心而死吧！你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 好多了，师父。师父，其实我的伤不重，你没有必要这么为我耗费真气的。这一战，你功劳很大，没想到你进步的这么快，为师很高兴。你早点休息吧。<笑>啊！<笑> 上仙，蜀国贤君，各门派的掌门，同道们，太白一战惊心动魄，今天我们还能在此一聚，我飞言要敬各位一杯。大恩不言谢，太白门香火存续，是今天在座的诸位为我们拼来的，我飞言先干为敬。 正道之正，贵在惩恶扬善。为了救太白于存亡之危，为了使神器不落七杀之手，大家都赴汤蹈火，损失惨重。这第二杯酒，是为了那些拼尽全力而离我们而去的同道们。青山绿水，告慰英灵，愿一世安息。 现在阴霾淡去，大家尽兴吧。皇上，敬您一杯。干！您请。尊上，飞檐对您的敬仰和感激之情难以言表，请。 华掌门，这次你可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不愧为尊上的唯一弟子，我飞檐更是要敬你一杯啊！谢谢飞掌门。古董，我也敬你一杯。嗯。
东方，应该我敬你一杯才对。是啊，大学士，啊，你是真人不露相，要不是你足智多谋，我太白早已劫数难逃啊。所以，我要敬您一杯。来，非长们言重了，我这只是雕虫小技，还是多亏尊上打败了杀阡陌，让我们不但保住了幻思林，还赢得了不归雁。所以，我们要一起敬尊上才是嘛。尊上，是是是是是。怎么了，天儿？不高兴了？没有。这自己女儿心里在想什么，我这当爹的还能够不知道吗？天儿啊，有些事情呢，不能够心里过急。万事水到渠成。天儿，你放心，爹总有一天会让你出头露面的。各位同道，太白大战虽然获胜，但太白门实力大损，恐无力再守护幻思灵。七杀对神器又志在必得，我担心的杀阡陌会去而复返。所以今天，尊上，飞檐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幻思灵恳请尊上代为保管。承蒙信任，这幻思灵我会尽我所能全力守护。至于刚夺回的不归雁，封印之后我会尽全力保管。多谢尊上。哎呀，这流光琴、幻思灵、不归雁，再加上他徒儿手中的拴天链，他长留一下子就拥有了四方神器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杀阡陌要是想得到这些神器，还有新兵遣将，大动干戈，他白子画往那儿一坐，几方神器就到手了。哼，还真是不亏本的买卖呀。温掌门啊，此话差矣。神器之所在，乃是一派安危之所系。守护神器是实力与荣耀，是大义与牺牲。长留守护各方神器，守护越多风险就越大。尊上无所畏惧，实在令人钦佩。我方的各门派应该与长留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团结一心，互相扶持。尹掌门此番话语听起来还真是舒心悦耳啊。但是我蓬莱世世代代守护着这浮尘珠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。旁人我不会轻易相信的，所以说我不会轻易把它交给别人代管。对吗，尹掌门？你们天山守护的玄阵尺在九霄塔内，就连七杀都不敢轻易地打他的主意。就算我们所有人的神器都上交，都被夺，也轮不到你们嘛。所以你这话说的自然很轻松啊，文掌门。好了好了，来，咱们不说这些，喝酒喝酒啊。来，大家喝酒喝酒啊。尊上请。皇上，来，我再敬皇上一杯。好啊，干。清水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这酒怎么能一杯一杯往下灌呢？啊，今天太白一别，孟大哥又要回他的蜀国了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跟他见面了。
好吧，反正人家说酒能解忧，你就喝吧，大不了喝多了有我呢。不行不行，我要去找孟大哥，我要面对面和他把话说清楚，我要像当初你拜尊上为师一样勇敢，我不能试都不试我就放弃啊。你别喝了，你怎么样？清水，清水，清水！孟大哥，你现在有没有空？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。皇上请便。好吧，我跟你去。清水，你找我究竟是什么事啊？孟大哥，太白宴之后你就要回你的蜀国，我也要回长留了，要想再见面恐怕就要难于上青天了。是啊，又要回到那个讨厌的皇宫，过没有自由的生活了。所以在走之前我想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清水，你的心意呢我心领了，可是我心里，我孟大哥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知道你是喜欢千古的，可是没关系，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的好，你会喜欢上我的。清水，你的好我知道，只是在我心里你就像是我的小妹妹一样。我喜欢千古，我知道千古她不喜欢我，可是我可以一直等，我对她的心我就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放弃。孟大哥，其实你不用勉强自己，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你可以一直等着千古，反正我会一直等着你的。哎，清水，参见尊上。小谷已经告诉我了，云逸是你的孪生兄弟，请节哀。没想到我们孟家一脉世代如此，他就是我的近身隐形。云逸他一辈子替我伤替我痛，最后我还亲眼看着他跳崖自尽，我心里……这不是你的过错，别放心上。多谢尊上关心，能说出来我已经心里好多了。光大师门重振蜀山之后要靠你了。多谢尊上。小师叔，今天我敬你三杯。怎么不给面子？这
第一杯，我敬小师叔太白一战，力挽狂澜。这第二杯，这第二杯，我来替他喝。这是我敬小师叔的，怎么能你来喝？你是什么身份？你配吗？我来。这第二杯，我敬小师叔抢夺神器有功，长了我们长留弟子的颜面。这第三杯，我敬小师叔击退七杀，名扬天下。千骨，你已经喝得够多了。我没事。小师叔好酒量啊。来。庆姑，要不要先回房间休息啊？我没事儿。李岛主，飞燕我敬你一杯。哎呦，飞燕掌门，请。飞燕掌门呐，要说起来，你这太白，可真是一个好地方呐。李岛主谬赞了。不不不，飞燕掌门，我这可绝对不是谬赞。哎，你瞧啊。你这太白广场昨天还是一片尸横遍野，而今天设宴闻起来就是一片中正平和的香味儿啊，没有任何的杀戮之气，实在是难得难得啊。你掌门过奖了，这得多谢子勋上仙。这可不是我太白的本事啊，这得多亏子勋上仙您赐香，若不如此，大家怎能够有心情欢聚啊？是啊是啊是啊。柑橘的绿叶、风信子还有柏木，这几味放在一起，势必端庄温和。清谷。小师叔，你休得无礼，子勋上仙调的香，其实我等能闻得出来的。只要是香味，你拿得出来，我便答得出来。我可没本事考你，不过子勋上仙手法如幻，识尽万千香味，我请他来考你，你敢试试吗？有何不敢啊。清谷，子勋上仙，弟子您漫天早就听闻上仙制香、调香、熏香的手法是天下第一的。今天我代表我小师叔求上仙指点一二，也让在座的我们开开眼。不好，这个倪漫天又跑出来调试了。要我说啊，子虚上仙不必谦虚，对晚辈略微指点一二也不伤大雅吧。啊，是啊，大战之后大家都疲惫不堪，伤痛不断，没有什么比上仙的香更能调剂抚慰人心的了。好，子勋，我倒没想到你教徒儿还教会了他调香。他是自己看了七绝谱。哦，无师自通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反正是你的徒儿，就不必见外了。倘若是他人，我倒不会指点了。
花千骨，你要我如何指点你？那就每人出三种自己的香料，对方说出制作的方法和成分，说对了算赢，说错了算输，好不好啊？原来你是要跟我比试，好，有胆量。此香名曰福。怎么可能？子画，你教出的好徒儿倒是没给你丢脸。不丢脸，不丢脸。这便是荼蘼熏风，香气生风，风意飘香。24个节气里，分别有24种花，由盛及衰。采集此时的24种花，制成香精，加上沉水香5钱、复冷香、熏露香、青木香、干松香各2钱，磨制成粉，倾入酒中，瓷罐存之，以蜡密封，深埋于蜡梅树下，待到冬至时分方可取出。子勋上仙，这一味香我可真喜欢啊。子画，你教徒儿果然细致入微。沉水香是我独门家的，腊梅树是你当年种的，这些他都说得分毫不差。
为鬼画伤累，情状万千，遇人生变。有伤者闻之有味，无伤者只能眼见。你可拆解得出？我知道了，这里面有百种香花、百种香草，还有百种香木，与忘忧酒混合，再用三昧真火烧制半年，然后放到极北极寒之地提炼出精油，再用这精油每天浇灌这鬼画银花，等到花开的时候再取出这花间的第一滴露水，便是这鬼画伤累之味了。对，但是少了一位。少了？少一位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怪不得闻起来人人伤心，少的这一位便是紫薰上仙月圆之时流下的眼泪。不错，好厉害！太棒了！好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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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你了，嗯，出题吧。豆皮一两，橘片、桃片、枣片二钱，白附子、毛香各五钱，竹叶青、西湖龙井、碧螺春、蒙顶茶、君山银针、固主紫笋、普陀佛茶各半钱，一起研磨成粗粒，用绢带悬于罩子当中，注入冰莲花露浸泡一宿，文火慢煮七七四十九日，再用三升池水洗涤后浸入茶油当中，用桃花花瓣层层覆盖，封存百日，然后告诉我，还有两位是什么？上仙，告诉我，我认输便是。不用了，上仙，你不用认输。这两位材料你肯定都没有闻过，不知者不识，再寻常不过了。好一个不知者不识！快告诉我，这两位究竟是什么？一位是我身上的异香，一位是师父身边的枕中香。你师父的枕边香？嗯，对呀，制成香，裹成香囊，然后放入师父的枕中，足足放了百日才取出呢。小谷，嗯，你应该多谢紫薰上仙手下留情才是。是师父。紫薰上仙，小谷失礼了。花千骨，我的桂花伤累。
速。若情不容你，我奢望护你而活。